这个电梯坏了，只有上没有下，所以现在正在修电梯。这是个游戏，美国的游戏。美国还有一些就是这种 moved, we are moved, 就是 we moved, 我们已经运走了。这是修着下去的电梯的，有很多设备啊。美国修电梯也是不容易啊，修电梯工也是很辛苦。Big trouble， 请你的 new one， 换一个新的。这里面这机器比较复杂，需要换。看里面这个东西，这很容易卡住小朋友，很容易让小朋友就是感觉到很不安全。Big trouble， 正在整修呢。好了，这就是美国修电梯的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我是变美国，环游世界，拜拜。